由赵婷主演的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将于3月1日晚收官。在前期的剧情中，赵婷饰演的夜华用元神祭了东皇钟，白浅伤心欲绝。看到此处，观众纷纷大呼：“夜华不要死！”赵婷的一滴泪，四海八荒都心碎。赵婷饰演的夜华与杨幂饰演的白浅，历经三生三世的情感纠葛，有高甜也有高虐，两颗心好不容易走到一起，却又要陷于生死别离。观众纷纷表示，希望夜华最后能回来陪浅浅。看两位演员演得如此掏心掏肺，禁不住在屏幕前一起伤心难过。赵婷更是用表情神态的细节来感染观众，将其自然而然带入剧情，引发了大家对大结局的高度讨论和猜想。